时间残存的情。
大家晚上好，我们是 SH48, 我是 Team S2 的蒋云，我是 SH48 Team X 的王小佳天草。感谢今天大家来观看我们 SH48 第八届金曲大赏演唱会。真的非常开心，这一次我们俩竟然能够拿到了第一名。 对，然后之前粉丝给我们投到了最佳拍档的第一名，然后这次没想到可以给我们投到金曲大赏的第一名。对，然后非常谢谢粉丝们对我们的支持和肯定。虽然这将近快一年当中吧，我们受到的关注和争议都非常多。对，但是呢，我认为无论我们两个人受到怎样的诋毁吧，我们都会变得越来越强大。所以希望我们的粉丝能够跟我们一样，能够越来越好，能够越来越坚强，能够永远的陪伴着我们。对，之后呢，路还很长，所以呢，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更好。是的，我们之后也会继续努力的。然后真的非常谢谢大家给我们这么好的舞台。然后接下来就是对，谢谢大家来观看我们今年的金曲大赏演唱会。那之后呢，我们将会我们明年见。虽然我不在，就是你们明年和大家就是一起加油，对对，见。然后之后就是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我们明年金曲大赏再见，拜拜拜。